大家好，我是小熊草。今天我要做的影片是 Story 卡幻境试炼的关卡，免疫无盾伤兵。那这个关卡是50等的关卡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对。那我们最后面是有一个驾盾的角色，那前面最主要的输出角是罗杰，配上一个参谋位的群体输出，来省下一个回合。这个关卡对单体输出的要求很高，像第四关就是有9000多的血跟9000多的护盾，第五关甚至有10000多的血10000多的护盾，所以通常60等的人的精锐都会选用最强的单体输出角，也就是罗杰。那他们的罗杰当然是精锐的罗杰，那就可以用他的死亡来在最后一关换取最大的伤害哦。除了单体攻击以外，因为这个关卡的第三关有3只血很薄的狼哦，所以也非常考验你的队伍里面有没有一次的群体伤害这个功能。再加上从第三关开始都是有大量的护盾，所以也考验你的破甲能力。当然对60等的人来说，一个60等的罗杰是比较不用考虑这一点的，就可以直接用力量来突破他们的护盾。前面两关的话是如果角色受伤就没办法打出伤害，那后面两关的话则是没有护盾的话就没有办法打出伤害，这就反映出了他的关卡名称免疫无盾伤兵，所以就是无盾跟伤兵都会被免疫掉。那最后一关的话则是看你的运气，会抽到需要驾盾的大象或是不能受伤的恐怖拾荒者。稍微讲完一下这个大略的攻略以后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呢黑位要选用娜吉尔 SP 哦。虽然你是选用什么豹女啊或是尼德都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选用娜吉尔 SP 的原因是因为这一周的宝箱是攻击一次以后就可以获得战役与异伤，那像娜吉尔他一个攻击是打2次，他就可以得到2层的战役，就可以提升非常多的攻击力哦。那这个也同样反映在白位的地卡上哦，如果白位地卡在疯狂的使用白二魂的时候，他的战役是可以直接叠满的，那每一次打下来都可以打出10000，是蛮恐怖的。如果白位可以选用一个群体伤害角，像是弗雷利卡这种二消就可以群体伤害的角色，那只要可以好好度过第三关，我们把进阶的安杰利亚放在参谋位就可以帮罗杰叠盾，那就不会有叠盾浪费一回合的情形，那这也是60等的人比较优良的配对。但因为我们的白位是没有这样子的配置哦，我们的弗雷利卡在上一关已经用掉，所以我们安杰就是放在白位的位置，再加上我们的罗杰没有金嘛，所以有时候常常会发生像是这个沼泽软泥怪就打到我们的罗杰，那这个时候白位的安杰就可以直接用一魂来让罗杰直接再装满盾，而且还可以在装盾期间直接攻击哦。那我们这边就来到了最后一关，那是大象卡塔兽，那一样要先做一个二消的驾盾，这样我们的黑位才会有伤害。然后我们的罗杰现在的血已经半血了，所以他的二消伤害是8400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是金阶的罗杰的话，他在20%血以下打出的四魂伤害是有多么的恐怖。那我们这边先帮他补血，然后顺便打出了一套四魂伤害。好的，他揍我们，那我们直接用一消来帮罗杰补盾了。那刚刚一消的补盾为什么会补那么多？是因为罗杰身上有异伤效，被安杰补盾的话都会补的比较多。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把他带走了。OK， 583分，在比较没有什么运气，什么突然跳四黑魂、四黄魂的状况下，我们就过关了。那这也是今天60等前关卡最后一个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帮每一个影片都按一个赞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按赞，右下角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。我是小熊草，那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